从用了 iPhone 之后，手机里面就没什么照片，因为照起来不好看，对吧？真香摄影。超人住的房啊，是啊，被咬到了。有点打珠哦。走开。有点打珠哦。他好乖欸。他会不会从此以后没地方住了？哈哈，离家出走了。他从来没有跑这么远过。然后边走还边骂。打输了怎么办？我的。我跟舒淇说那个 Flowman 买给他了。好，我知道。他有时候给我介绍客人，我没打借他，就这样。被赶走了，好惨。对啊，好可怜啊，没地方去了。我是啊，还真的咬下去。我咬。不要咬了，不要咬了。坏小子，可怜的宝贝，马上被赶走。哎呀，他被赶走了，糟糕了，好可怜哦，没地方住了，然后去别的地方还会被别的遗弃。那我去买个还可以的啊。哎，你看，我也那个。